谢谢你的礼物。被遗弃的旧公仔，你写了一个通宵了，是什么？是一首关于死亡的咒曲，叫不请自来。这房子不能住人，你们要搬呢。每当死亡音乐响起，你怎么了？厄运总是不请自来，喂，无处不在，谁也逃不出怨灵的诅咒。老婆，祝我的生日快乐。究竟是谁？凌风、圣君、卢海鹏，亲密是我的，你还给我。恐惧尺度大突破，再掀灵异电影最高峰。鬼眼，4月4号卫视电影台，不请。